就是你要会基本功，这个最基本功就是你会 OPP， 你会 NDO， 你还会自助。那这边会讲 OPP 的举手，我看看。哇，不错哦，有一半哦，哈、哦，来给掌声给他们。还不会讲的怎么办？多久把它学会？不会讲的站起来，我看。不会讲的站起来，老实没有关系，老实数，没关系，要老实，不会讲的，啊，不会讲的啊。困难在哪里呢？照图那个十六页翻着讲过去都不会吗？会。会的，翻十六页会翻吧？会。那讲好一点可不可以？可以，那就按照那个十六页的图文，把它加一点东西下去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多，先能讲开始，好不好？好。那现在站着的准备在一个月呢，一个月够不够？够。你讲的哦。请你上面的介绍人看好，把照相照起来。现在把照相照起来。一个月内必须要会。OPP 啊，很简单啊。好 ，OPP 的第一页是什么？是坟墓，对不对？好，可以请坐了，谢谢。第一页的目的在做什么？哎呦，你们都知道啊，在吓你嘛，对不对？好，第一页的最关键的最底下那一行是什么？对对对。有危机嘛，就有转机嘛。这个转机是什么？要配一个字叫做噔噔噔噔，就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干细胞跑出来了，对不对？对。好，干细胞是什么？是不是讲一下？就是那一个黑，那个什么，夜黑风高，对不对？不一定啦，白天也可以啦。我们喜欢夜黑风高。你喜欢夜黑风高，那你的事情。反正就是金子跟人的蹦蹦蹦蹦就变这样子了，对不对？对。所以第一页是吓你，吓什么东西呢？吓你就是说，现在的科学这么进步，现在的医疗这么进步，但是癌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病不能治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照道理讲应该反过来啊，是不是？那表示什么？现在的医疗碰到什么？有瓶颈，不对，瓶颈就有危机，对不对？有危机，这样第一页会不会啊？就这样而已哎。我找一个新朋友就这样的，我跟你讲哦，现在你医学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医学很好。那好，现在医学嘛，但是癌症越来越多。对啊。但是癌症越来越多，那你讲医学越来越好，癌症越来越好，不合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表示什么？我跟你讲啊，老朋友，我跟你讲，表示哦，我在猜，现在的医疗一定有危机。对，但是还好，一定要变轻一点，好像有东西要跑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现在的医疗不好，对，现在的医疗好像应该很好，但是呢，那些病越来越多，三高是不是越来越多？癌症是不是越来越多？数字会说话，那越来越多的状况呢？那么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表示什么东西呢？重点在这个地方，表示现在的医疗碰到瓶颈，那碰到危机，还好有危机就有转机。接下来你可以讲，当当当当，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干细胞被发现了。那干细胞是什么？就可以讲了，就是那一天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之后。它可以从一变二变四变八变十六变三十二变成你的组织器官，然后呢，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你想，好奇怪哦，十个月之前眼睛都看不到的一个精子跟卵子，在十个月之后呢，会变成有。从哪里开始讲起？从这样，头发、眼睛、鼻子、嘴巴、心、肝、脾、肺、肾，肾不用了啦。好。还有情绪，还会哭，会笑，会闹，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干细胞太厉害了，
的重点要讲出这个来。为什么要讲干细胞太厉害？因为等一下跟我们的东西有相关啊。我们就是要讲干细胞太厉害啦，因为那个干细胞，那你再描述一下为什么那个干细胞这么厉害？因为它又可以由一变二、变四、变八，所以肉眼看不到就会变成你身体的器官，就变成你的组织，就变成一个婴儿，这好奇怪的事情哦。所以干细胞叫什么？叫全能细胞啊、哦。好，既然干细胞这么好，是我讲了算。第三页是出来了，你这样有逻辑吗？第一页 是什么？吓你。第二页还好，干细胞被发现。那干细胞很好，谁讲的？中外杂志都有讲。第三页是不是这个东西？那从 Times 从自己这个你就照着那个念就好，你不用背的，就照那个讲了。好，现在已经知道现在的医疗碰到问题，干细胞被发现了是好的事情。干细胞不是我讲好就算了，中外的杂志都讲得很好，是不是第三页了？第四页要讲什么东西呢？既然干细胞这么好，干细胞的取得有几种方式？六种，六种都好不好？好，除了一种不好，六种都有问题啦。太贵，第一个是什么？太贵，第二个？太痛，第三个，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期待期啦，是不是？第四个是什么？不打的，违法。第五个是什么？你们每天十一点睡觉的？没有。这里有没有？这个讲有没有？没有。啊，你糟糕了。你们做健康的人每天都不十一点睡觉，包括我每天都十二点一点才睡，是不是很难？对。看起来很简单，是不是很难？最后一样是什么？第六个是什么？成人干细胞，成人干细胞比非比干细胞当然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生病了。你抽烟，干细胞就抽烟啦、啊；你喝酒，他就抽烟啦、啊。所以那个干细胞已经有坏习惯在那里了。取得干细胞目前阶段有几种？六种。那六种都不好，现在有一个东西好了，叫什么？恐怖干细胞就跑出来了，这样逻辑知道吗？刚才有没有？刚才站起来，再站起来一次。站起来，再站起来一次。好，我刚刚讲了几页，这样你们了解了吗？坐着通通不要讲话。好。站着的讲。第一页要讲什么？为什么要吓你？十大杀手，很恐怖，对不对？那第一页的重点在哪里？为什么危机就有转机？你要知道那个重点，因为现在你要记这句话，因为现在医学看起来很进步，会不会讲这句话？讲一下看看，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医学看起来很进步，但很奇怪，三高很多，癌症很多，表示什么？表示现在的医疗碰到瓶颈。现在的医学有危机，但是还好，有危机就有转机。好，现在第一页会讲的，坐下来。哎，图图会了，给他掌声呀！只用一个月，三分钟就还不够。现在不会讲的，再站起来一次。没这么简单的事啊！来，再站起来，站起来，刚刚要站起来，现在再站起来，要先要进入第二页啦。站起来，刚才不会的，要现在要讲第二页了。你站起来你就会，我告诉你，你怎么越来越少人啊？那通通变会了。好，第二页是什么？有危机就有转机，对不对？什么东西被发现？干细胞。干细胞从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有没有经过你同意？啊，没有。好，那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对。那干细胞重不重要？重要。你这个逻辑知道啊？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关键字。为什么呢？因为你从
肉眼看不到，经过十个月变成什么？有有还有情绪会怎么样？会哭，会笑，会闹。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叫什么？你说奇怪不奇怪？要不要讲这句话？因为你要就问他哦，你要问你的朋友，你说奇怪不奇怪？你真的讲，我问你，你说奇怪不奇怪？本来看不到的，是不是？那但是十个月之后变成婴儿，会哭会笑会闹，还有情绪，还会这种奇怪，你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干细胞有一个功能，它有什么功能？它有背下来，跟我讲，它有不断的分裂跟复制的功能，看懂吗？它会从一个变两个，变四个，变八个，所以就会从你看不到的两个变成你的身体的组织器官，变成人。这样第二页是不是讲完了？对。好，第二页是重点在哪里？干细胞的重要，跟干细胞是怎么来？像从第一页连到第一页的关键字在哪里？最下面那一个字是什么？有危机就有转机，转到第二页，对不对？那第二页讲的是什么？干细胞的重要。干细胞的重要的第一个字从哪里开始？夜黑风高，又忘记了，怎么可以忘记夜黑风高呢？这样子记得吗？好，夜黑风高，然后变成一个很，最后一句是什么？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样第二页会不会啊？会。可以坐下，你小心一点啊。现在要进入哪里？第三页。第三页了，干细胞很重要，对不对？谁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谁说了算？中外杂志通通有，最有名的杂志在右下角那边，那个叫什么？《泰晤士》杂志。还可以在中间那里可以让骨癌的人重生，还可以让100岁的人变50岁，这些都是杂志上写的，都不是我写的，对不对？好，我们从头复习一下。第一页是什么？讲关键字叫吓你。第二页干细胞发现。第三页杂志，对不对？第四页啊，你的干细胞的六种方式，六种好不好？不好，都不好，一定要不好，好我们就完了，是不是？对。所以六种都不好，第七种跑出来了，它叫什么？口服干细胞，这样懂了吧？好，口服干细胞简不简单？简单。不简单啦、啊，哎呦，我简单就糟糕了，它还是干细，怎么会简单呢？简单。要有其他技术。对呀、啊，简单就糟糕了。我们的公司一定要不简单啦、啊，简单路边摊都可以买得到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怎么样？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因为有什么？五大技术会不会讲？对，五大技术缺一不可。五大技术要讲得非常非常的顺。第一个技术叫什么？动脉保存技术。什么叫动脉保存技术？就好像。几代型的保存，这样讲就可以了。几代型要在零下几度？280度。为什么要在280度？因为它保存20年了、啊。那我们的东西保存20年，你敢吃吗？不敢。所以我们只要零下60度，所以这个冻干就解决掉了。好，怎么样把冻干再往下去延伸呢？你说我们的在取出之后马上有冻干，但是这很不方便啊，我不可能跑到纽西兰去挖一汤匙来吃啊，是不是要放到胶囊里面去？但是你一放到胶囊的时候，一放进去就马上氧化，马上就死掉。所以要第二个技术是什么东西呢？叫做氮气填充，氮气活胶囊技术。那氮气活胶囊怎么讲？就是我们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把它打进胶囊里面去，把里面的氧气推掉，
放什么东西下去？放氮气下去，所以这个胶囊就可以保存它了啊。那这里就不要再多讲什么，好像你去买乖乖，乖乖呀，什么物件，它就可以冻干保存，跟我们这个冻干保存品跟它放在一起，不知道谁发明的这个东西。这要不要讲乖乖？不要，太羞羞了，知道吗？不要再讲那个东西了，不要再讲好像乖乖一样，不知道是谁发明这个东西。它是放氮气没有错，但是你不用讲这个东西了，一样是氮气，但是我们的氮气有非常非常深的学问在里面，这是很不简单的。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会的，对。所以氮气填充技术很简单讲，就是打进去的时候怎么样，把氧气吞下来，里面什么放氮气。那你跟客人讲的话，我们的胶囊是不一样哦，我们的胶囊是一体成型的，外面的胶囊都是可以。两节的，两节的就氧气会跑进去，所以我们的是不一样，是不是第二个就跑出来了？好，有了胶囊会不会健康？会。哎，会。有了胶囊不会健康？对。很重要的，要吃下去才会健康啊。一吃下去就会碰到什么？胃酸。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会这样子讲，我告诉你哦，老王。怎么样才来选这个保健食品？外面的保健食品啊，99%是没有胶囊。你知道为什么有胶囊这么重要吗？啊，因为你任何的外面的保健食品跟你讲的再好的时候，它吃下去第一个就碰到胃酸，一碰到胃酸就把胃就把那个胶那个里面的好的东西把它酸死了。那酸死的话呢，有十分的功能就剩下多少？剩下1分到2分，好可惜。所以我教你怎么选保健食品。第一个要选活的，我们的是不是活的？对。第二个要选什么？有长绒包衣的。所以我们的东西有长绒包衣，因此长绒包衣的目的在哪里？这样讲不够。你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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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绒包衣的目的在让这一个胶囊可以安全而有效的通过胃酸的考验而跑到小肠，这样会讲？好，有长绒包衣的目的在哪里？让胶囊滴滴答答。再一次。让这一颗胶囊可以安全而有效的通过胃酸的考验而跑到小肠里面去，这样懂吗？为什么你们要讲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写到60分，你给我教你多得要存40分，我教你多得要存20分，跟不一样的，你说什么一样，你滴答答去啊，这样知道吧？所以你是原版，你是第一版，你一定要讲的跟我一模一样，我讲的一定还是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胶囊？为什么要有长绒包衣？因为目的在让它安全而有效的通过胃酸的考验而跑到小肠去，有没有很顺？因为我讲100遍了，每次都讲的都一样，所以你也要讲的跟我一样，你讲的一样，你还要教你下面的人讲的都一样，他才会出去，他才敢讲，要不然就讲不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好，那有长绒包衣，我们的长绒包衣在我们的制作过程之中，光那个长绒包衣在制作过程之中占了几个小时，你知道吗？13个小时。光一个长绒包衣要占我们的制程之中13个小时，怎么做我不知道啊，泡衣啊，灯水几个小时，那几个。不知道，反正就是要13个小时，这是真正的。因为去年还前年我忘记了，我们有7例以上，那时候我还不是飞马啊，到纽西兰去，他们讲的，工厂告诉他的，看了那个流程，说这边那个胶囊贵了，长绒包衣就要在哪里，停在那里要13个小时，所以重不重要？重要。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你现在没觉得那一颗不简单了？刚才还讲简单，你看起来没什么啊，
13个小时一定有他的目的，是不是？好，那第四个，他跑到我们的小肠之后，小肠的碱性环境，那会怎么样？分解之后呢，就有第四个技术跑出来，叫什么？乳化分解技术。乳化分解技术的目的就是让它可以通过什么？乳胆道，这个字很难念啊。胆道乳糜为例啊、哦，然后跑到血液里面去，而这个时候就好像到瑞士去打，一样，跑到血液里面去了，透过这个程序就一样。好，我们的胶囊是什么做成的？我们的胶原蛋白提升到哪里？生态。为什么要提升到生态？提升到那接下来啊、哦，生态跟胶原蛋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比它小10倍。啊，为什么要小10倍？提高吸收率。小10倍就是容易吸收10倍，是不是又加一层了？第二个，胶原蛋白对我们的皮肤有用。有。看我够不够 Q？ 有。我实在不喜欢讲这段，一讲这段要讲我的年龄了、哦，就不要讲。我今年38岁，跳过去了。所以胶原蛋白对我们的本身就是保健食品了。对，五大技术会不会讲了？好，五大技术讲完了，下一页是什么？地球上仅有的。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保健食品，这一段随你发挥。你可以说讲什么东西？这家公司太不简单了，纽西兰生产，新加坡代理。这家公司过去12年里面的11年只卖单一的产品，一年可以卖到1000亿台币。1000亿台币是怎么来的？去年我们做多少钱？全球。记下来，32亿美金，知道吗？32美金相当于多少？1000亿台币，这是真实的数字哦。好。我们是去年是台湾的3名，对不 对？这个数字你把它背下来。第一名是安利，近这里都在10年里面可以讲，就是12年里面，就是地球上皆无仅有，在这一页里面随你发挥，反正这一页就是让你讲公司就对了。你要讲多就讲多，你要讲少就讲少。但是我讲的重点大概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东西，这个公司很不简单，是吧？在去年全球做了32亿美金，全球的直销界里面。它是介于第5名跟第6名之间，所以等于是在全球的第6名的，这样了解吧？我们去年在全球第几名？第6名。问题出来了，为什么直销世界里面全球我们看不到我们这公司的名字？没有讲的都是老伙伴，新的伙伴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加入全球直销协会，为什么没有加入？不行，不收，因为很多限制，因为他有很多歪七扭八的事情，老板不喜欢。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做32亿美金，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全球排名第5、第6名，啊，那在台湾排名第几名？第3名。第二名的普众，在去年做多少？91亿，我们做多少？89.5亿，但事实上去年我们没有超过89.5亿，为什么？因为香港，因为像我有 JP 的，有别的国家的，他的业绩就算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只有89.5亿。好，今年1月到5月，我们是去年同期的几倍？有人搞错说去年做89.5亿，所以今年1月到5月做2倍，我们已经做160亿了，你才能够。不对啊，误解他的意思了，是去年同期的1月到5月的业绩假设是10亿，我们现在今年做了多少？20亿。我们都知道3月到5月是疫情时期，是多么多么的艰困，在这个时候，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下降，反而怎么样？反而上升，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公司了，3月份不得了。我们常常在过去的时候都会讲说，你把冯一恩、把林金莹、把范董、把陈红利把这些人关起来，你每天只喂他一堆面包，他还是有钱赚。对。但哎，对哈，以前是这样讲啊。但事实上有没有这种
这种粒子产生了，有那个人叫做何林立，他住在武汉啊，不是武汉，湖北，他住在湖北的恩施，湖北是封城，他在湖北三月份通通没出来，没做任何事情，就靠 LINE 这样写一写，他三月份的收入超过500万，四月份的收入也大概是这样子，两个月可以赚1000万，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写对平台，因为他有倍增收入，他从一个他在上个月看了一个房子9000万台币，短短的4年的时间，他不用靠他老公，他靠他自己，他可以看9000万的房子已经买了，啊，他要带我们去看，啊，那短短的4年时间可以让一个人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原因在哪里？你们要常常要记得这两件事情，为什么你可以转变？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因为第一个平台很重要，你要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今天来的你更要深刻的体认平台重不重要？重要。好，平台重要怎么讲法？选择兵农力量，这你知道？但平台很重要，怎么讲？你要描述，这不是你懂而已啊！你要讲给新朋友听的。他就在那边，他就在上班，他就在开计程车，他就还在想当老板。你拼命告诉他平台很重要，他听得懂吗？听不懂。那怎么样才让他明白？你要描述。啊、哦，有没有人会描述？我就知道不会啦，就等我讲啦。其实会啦，可能你不敢不好意思抬手啊。我的描述你听听看，参考看看，可以就把它写下来。我说今天不是我比较厉害，姐，今天如果你把我摆在开计程车，我的收入是什么？计程车。我的收入就是计程车的收入，我一个月就多少？5万8万不得了，有没有可能一个月20万？有没有可能200万？他个派，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如果你把我摆在餐厅里面当经理，我的收入就是什么？经理的收入。你今天把我摆在业务，卖房地产、卖零售台、卖保险，我的收入就是那一份收入。而那一份收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就是每个月归零。所以今天不是我比较厉害，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讲到，你也可以讲这些人，可以讲何林立讲这些人，不是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今天摆在这里。假设来讲，今天把何林立摆在原来的教高尔夫球，他的收入是什么？就是教高尔夫球的收入。他两个月关在武汉，他有没有一毛钱的收入？没有，因为你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但今天何林立的位置不同了，就举这个例子就可以了。他的位置在哪里？他在立会，因为他有组织，他有庞大的，他底下有超过1000个人以上。所以今天他因为有被动，他经过了4年，所以把他摆在这里的时候，他今天拿的收入就是500万。他今天的收入就是像刚才明阳讲的，他已经倍增，他是一个老板，他已经是长远，他的做法，他的一切都在这边，通通都得到改变。这就是何林立。何林立讲不够，再讲他的介绍人叫做冯义恩，是不是？他住在哪里？新庄的远雄九五。元雄九五一栋最少多少钱？2亿，2000万以上。他的多少钱我不知道。5年前他是做什么事情？卖内衣。好，一样的平台很重要，你就取这两个字。如果今天把冯彦仍然摆在5年前的家乐福卖内衣，他的收入是什么？他就是卖内衣的收入啊。他很不会做好了，每一个人来 A 都变 C。他的收入会不会增加？会，也不会的，因为他就是卖内衣而已啊。他很会挤，很会压，挤成低。你也不会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在那个的，但是今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5年前他听懂这个声音，他看懂这个地方，他知道到这个地方上来当老板，他知道这边有可以这个产品好，他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他开始努力去做到。5年后的今天，他可以买1亿2000万以上的房子，差别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刚刚讲的，要把这个记到你的脑筋里面。关键在哪里？平台。你要把这个观念告诉你的朋友呢，你不能讲说你来对我不对我啦，对我没戏啦，我已经做三工啊，对我已经丢了，我已经报警了。
不可以只保证，你要讲这些例子出来，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经过了短短的四年五年，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选对了平台啊！这个不会想过来就是讲他的平台喽。你的平台今天如果在计程车，你的平台在上班，你在做业务，你在做自己当老板，你要告诉，你要问你自己，你这个平台明年的你跟现在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会有什么样的转变？那两年后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如果你在上班，你可以问他，如果你是上班，两年后的你加薪一万块容不容易？加薪10%容不容易？反过来讲，不被裁掉就谢天谢地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今天在这里呢，如果你好好做两年，刚才明阳有讲到了，我们只要找出两条线，左右有对碰，不要讲三个，不要讲三个都碰到，一个月也不要讲30天都碰到，只要碰4天就好了。你有多少的收入？10万。你有10万，那就是两条线啊。好，这个地方呢，你马上去做一个比较。假如你今天没有听我的话，我来告诉你这个平台很好。假如你没有选择我讲的这个平台，你还在你原来的平台里面的时候呢，我请问你，明年的你也没有办法你的收入突破10万。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代表原因在哪里？你的平台没有办法让你发挥。那个平台你要根据他来讲哦。他如果是家庭主妇，你说家庭主妇你永远是伸手牌啊，你不会改变的啊，你永远要看你老公的脸色啊，他多少给你就是多少给你啊。如果你是做股票的，那我问你，你做股票做几年了？你现在的收入多少？如果你是当老板，我请问你，过去的10年你赚到多少钱？你投资多少钱？他可能赚得到钱哦，但是他的投资要多少钱？上千万、上亿，他能赚到像现在我们的这些大领袖一样这么多吗？很困难的哦，前排这些坐在孔雀的，随随便便他们的月收入都有在100万以上哦，那都是孔雀以上的，是不是？年收入都有800到1000万的。所以这样子的800到1000万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代表的刚才在穷爸爸富爸爸第一堂课里面所讲到的，你在 ESBI 里面，一般的人都在 ES， 就是你是雇主，就是你是员工，跟你是小老板 small business， 你要跳到你是老板跟你是 investor EI 里面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东西？你要有钱，没有钱你怎么当老板？没有钱你怎么投资？所以直销是唯一一个机会让你可以从 ES 掉到 BI 的地方。我的形容是怎么样？最简单，直销是唯一可以让你穷人翻身的地方。再讲到第一堂课余任所讲到的，在让你的变成富有的11个条件里面，前面的10个我们都做不到，只有第11个做到。而第11个做到的话，我们就要学会刚才所讲的一些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就是你生存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你每天要面对、每天要出去谈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生意，你没有人，你怎么去做组织呢？所以学习有学习的效果。最后，刚才明阳讲到最后一段，最重要的在哪里？你必须要怎么样？今天来这边学，学了半天，你如果没有行动，你没有把人找出来，会不会改变？会。观念的改变是第一步而已。观念的改变不会让你变有钱，也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也不会让你实现你的梦想。你的观念要有了之后，这是基本功。因为有这个观念，你才不容易被人家打枪。人家说直销不能做，林空，为什么不能做？你才有那个本事来跟他去了解，让他去明白这个东西是好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子？你有了很好的观念跟态度之后呢，你才有透过行动，你才可以晋升到下一个步骤去，就是你要把你的组织去把它带出来。现在是应该午茶时间啊，休息时间是吧？孔雀等一下啊。好，那这个部分先讲到这里好了，我们休息10分钟，等一下请一些孔雀上来分享好不好？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